大家好，我是匡鹏飞，我爱唱歌，爱跳舞，尤其喜欢京剧的腔调。我觉得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每次看古装剧的时候，台上的演员用美妙的歌声和惟妙惟肖的眼神来诉说喜怒哀乐。和其他流行音乐什么的不同，京剧有着让人一听就回味无穷的旋律，所以我想光唱流行歌曲未免有些太单一了，就想学学戏曲来为我的歌声画龙点睛，给观众唱出不一样的感觉。秋夜满园星辰，掩映朦胧月亮，守望在门前的老人，他怀想曾少年。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少年轻轻抚摸他的弦，从前的记忆是嬉皮而荒腔，谁还会记得他夜夜笙歌。秋意凉起寒意，梧桐黄泛人尽，今生而且很多京剧剧目的题材都来自于中国的古典名著，戏文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在加拿大生活的我，没有很多机会接触那些古代的名著故事，通过听一些京剧，我发现了四大名著的有趣之处，并且开始对此展开兴趣，更好地发现中国文化的精彩纷呈。学习中国文化让我了解到中国从古至今的文明精神和那些大英雄们，更好地让我知道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奇妙之处。当然，我还是觉得光做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孩子不够，也想成为一个 cool girl。 我看别的小姐姐打架子鼓长得漂亮还潇洒，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这样酷的架子鼓手，还可以边敲鼓边唱歌。除此之外，我还在学习击剑。学习击剑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走艺术的道路，我想尝试尝试新的运动，于是我开始击剑了。这项运动需要大脑和体能的并用，学习防卫攻击的同时还可以锻炼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我特别喜欢这项运动，每次打比赛的时候都特别激动，就算是输了，我还是对击剑有着不可熄灭的热情。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我的所有表演都代表着一个华裔小姑娘的形象呈现给其他族裔的人们看。我的每一个尝试都能帮我打开视野，我想用我的歌声、我的舞蹈、我的表演呈现着一个更现代化的华裔青少年的形象。